再重的行都换不回我的我要听的就是他的儿子奉承的话，他要换我儿子那句话，他是阴公的。为什么阴公还会造成这个结果？谢谢大家，然后也谢谢一路以来在我身边然后伸出援手的朋友，我以我老公为荣。结果可以接受吗？再重的刑都换不回我的。